我是菲菲。试问一句，你们有没有追过一部动漫，从小学到高中都还没有更新完的？今天呢，我们就来一个《精灵梦》叶罗丽的真人 cos。所以说这一部是不是有很多人的童年回忆呢？你在逼我在好看啊！哎呀，我以为是青铜，没有想到是王者啊！他这个王后的妆容真的是特别清新，而且很干净，眼妆画的特别好，而且嘴巴嘟嘟唇。这种小可爱你们喜欢吗？叶罗丽魔法，这个人物还挺好看的。说实话，这个可能只有老粉才知道这是谁了。你们知道的话，接在评论区告诉我。我是文倩，你喜欢我吗？你是喜欢我，还是喜欢王默？说实话，一开始我被这个文倩给吓到啊。而且这个声音跟表情，真的，你们喜欢他吗？充满希望，开吧，这世界最美丽的花，用生命散发希望的光。这是什么神仙 cos 啊？真的很还原，而且超美的。怎么样，这个颜爵是不是你们心目中的颜爵呢？不过说实话，他和冰公主的真的太好磕了。哎呀，实习公主！天哪，这个实习公主也太美了，而且超还原的。这位博主对于叶罗丽的 cos 真的很棒，你们有兴趣赶紧去看看哦。哦，这个冰公主！哎呀，这个冰公主真的是看了以后真的是心动也爱了。虽然说不是一模一样，但是八九不离十了，是不是很绝？翻一帮这里玫瑰的盛放，一路上有你在我身旁，时间的花都在勇敢的歌唱，超越一切穿梭时空带来光亮。我只能说，我对于他那双眼睛的十万伏特电压真的受不了啊，抵不住啊，这忽闪忽闪的大眼睛，你看了今晚还睡得着吗？再见我的爱 I wanna say goodbye， 再见我的过去 I want a new life， 再见我的眼泪得到了失败，再见那个年少轻狂的时代，再见我的烦恼不再孤单。如果这是你的班级有这样子的老师和同学，你会不会第一个逃跑呢？还是说会转学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。今天的视频有没有毁了你们的童年呢？不知道你们心里面是怎么想的，接下来评论区告诉我。明天的视频还一天，记得关注我，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。